然后开心完，明天我们就拍视频了，拍完这一期就结束了，就可以休息一天，然后开始下一期的折磨，下一期的痛苦折磨。欢迎小球球，欢迎小飞飞，飞飞。对呀，因为我们有作品嘛，我们每一期结束都要有一个作品，然后这个作品肯定要拍视频啊。我们现在学的舞，欢迎莫叶，欢迎捧场哥哥，肯定要拍作品的。居然是 Sing Blue 的歌，有点想看，到时候我不知道啥时候能剪出来呢。有几个人在播啊？三个，难忘瑞瑞，这个是谁？你好。欢迎小周。欢迎小庄。收来，欢迎阿峰哥，欢迎喵播官方人员阿峰，欢迎官方人员阿峰同学，欢迎 Ellen 嘛，欢迎捧场哥哥，感觉我今天好精神，就昨天和前天晚上播的时候一直都这样，就是闭上眼还，有鬼，怎么回事啊？又进不去我直播间，铃铛小王子，你能看到我吗？小王子，能看到我吗？能进来我直播间吗？不行的话，我重新开一下。能啊，为什么阿峰总是进不来呀？他总是进不来我直播间。欢迎你大爷，欢迎不长的，欢迎晨曦。欢迎你的微笑结束了，疲倦。欢迎路过看星星。欢迎米粒虫虫，谢谢。欢迎 Mr. Lee。卡？很卡吗？我很卡吗？那怎么办啊？这个网改变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欢迎落号，我去看一下自己有多卡。一阵一阵的，有。
这个网，垃圾网，唉。那好了，现在不卡了耶。好了，不卡了，欢迎滚大大，终于不卡了，欢迎图图。欢迎香菇老头，欢迎胖长哥哥，欢迎小牛仔。谢谢小号点点哦，欢迎胖长。好像不太远吧，欢迎随便，我也不知道远不远，不知道在哪儿，地质大学。太卡了，还卡吗？应该不卡了呀。不卡了吧。啦啦啦，欢迎。对呀，目前不卡。欢迎痞子，欢迎捧场。欢迎风雨兼程，欢迎康，欢迎 The End， 欢迎时也命也，欢迎捧场哥哥。哎，欢迎小郑，欢迎小郑。欢迎 Frank， 欢迎飘。飘进来也是你。哎，你好，金龙，有开通吗？欢迎盛夏流，看你个大头鬼，看你个大头鬼，欢迎龙，欢迎没穿内裤，欢迎醉生梦死，妹呀，来了是妹。